欢迎收看 Steve Living Steve 生活。We welcome you to the show。今天这支影片是为大家介绍一个梯子。最近就从网上 IKEA 买了一个木的椅子。它是有63cm 高，为大家介绍这个梯子的好处跟坏处，而且如何安装，大家就赏个影片吧。买这梯子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要从高处拿东西时就会不方便，就时常要拿椅子，然后拿比较高的梯子就非常不方便，所以就决定了这个梯子。梯子的好处呢，是可以折起来，而且轻易的随身携带，非常方便。另外，它可折叠的功能节省了很多空间。有个地方要注意，就是由于我的脚板有点大，阶梯的宽度只占了脚板的1/3，所以使用时要注意一下。它折叠的功能有点小瑕疵，就是使用完毕后必须把它挂起来，否则只是靠在墙壁上会比较危险，会有倒塌的可能性。所以它也附送了一个挂钩，让你把它挂起来。
安装完成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会有更多的好康与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